能為長者弱勢社群發聲，所以我一做九年啦，今日忍佢啦。今日咧係你正式卸任嘅日子啊！擁抱科技，大家對用平板電腦投票有冇信心啊？有。今日咧十九位候選人咧都有出席嘅，係啦。委員咧多啲幫助我哋。直接或者間接咧得到啲長輩嘅指導啦，咁從旁邊亦都睇到學習到佢哋嘅。做事的方式，帮长者做沟通，咁咧就知道我哋长者需要乜嘢。为我哋嘅长者同埋护老者争取一啲合理嘅权益，好唔好？你真的 要考慮一下，如果你何李麗娟，跟住有我哋嘅聯委，回應財政預算案及施政報告，表達長者留港安老或選擇大灣區養老。在醫療、社會服務、經濟等各方的需要。首先今天很開心在這裡見到很多老朋友、很多長者就義工，見到他們個個都身壯力健，我很開心。我想他們因為平時做得善事多，一直都在中心做很多義工，所以就福有攸歸。